嘅時候咧，就可以演呢個戲啦。咁啊，就係講一句咧得獎嘅感想嘅言啦。咁然之後咧，就再加一個咧錯樣嘅啊。OK， 係，好，準備好未？一、二、三 ，Action！ 咳，唔係你做咩事啊你？我攞獎嘛。我 sorry， 我搞錯咗添。我唔知做咩無端端喺度。好啦，你個一、二、三 ，Action！ 其實咧，能夠出到一張片，進入到呢個舞台，真係為你哋有啲嘅事情。舞台真啊！啲戲舞台真係好真嚟噶。休息一陣間啦。